向授课老师行一问讯礼。阿弥陀佛，老师好。好，大家好。好，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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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佛学院的同学，电视机前及视频前的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好，今天要向大家解说的是《佛法概要》第二章，佛陀教导的修正法门，菩萨行，六度波罗蜜之禅波罗蜜。课本页数，繁体版在134页，简体版在60页，视频的档案是27、28，图表是14。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菩萨行六度波罗蜜的第五波罗蜜。那第五波罗蜜呢，叫做禅